你是几只香蕉？啊，人叫你嘛小看，这卖三百，你嘛小看我赚一个，我无奈啦。你等下卖送几粒吧，好不好？今仔日我真正无，这个免钱啊。三个、第四个，你卖给徐修权啦，无徐修啊，唔免去铺路啊。三百二头一个，哎呀，最后两个客人啊，无了修啊，最后一个三百，无了修啊，最后一个三百上面一个，最后一个三百上面上左边啦。来这边啊，两位啊。包鱼饼结束啊，包鱼饼装装无啊。蛤蟆要坏啊！你边仔有啥物客气啊？你今日食蛤蟆，全部拢买少。啊，这话恁讲，恁一定要听我讲几句话话。蛤蟆你是全头先买拢无紧，啊，不过恁那边蛤蟆话讲起来特色，一定要买足好。恁卖去买贵啊，水刚刚白死沙，恁卖买。遐足侪拢洗油啊，咱这拢无牌洗油啊。一个人买一份，卖买两份了无？二十了，二十块收钱。收钱二十。蛤蟆二十一个人诶。二十。哎。没了。哇。下巴准备。这五块的。下巴准备个。你也弄对头啊，你也弄对。下巴准备。哎呀，弄对。你干啥？要食龙汤包，食龙汤包，明白无？一个头前一个要提钱，两个要提钱，卖伫遐耍。是啊。八岁才一个，拄啊十九岁啊。好啦。十九岁啊。活动是蛮好，变这样跳啦。就是要留在旁边。对啊，给我。我两边在接嘛。等到一桌有人到，然后他就把那个先点出来，然后那个底下蛤蜊也买，不要等很久再点。还要提个，这种中餐用，这个洗碗才短着，中餐用。你有两位食这无啦？先去后壁坐啦。好，要收恁遐手枪，搁送大地来，恁遐福，恁真正福气啊！这大地无，这啥物？这啥物？鲑鱼啊！这几条肉才包两块哦。这台湾人煮三种料理，保证一摆你调水。第一种，煎的第一种头先用烘啊，油啊咧一直滴。第三，你若哈无要煎，无要烘，我来教你个煮味素，咱头一摆你烘。这日本料理烘一条，伊卖快袂起机啊，变质三条行个超过人包。我跟你讲，你要食下巴肉，我跟你发两包，发五包，先加钱三包，啥物事？三包。三，鲑鱼下巴这无啊，这一工一箱了，这限量。这间一箱碗呀嘞。三包啥物事？一箱碗呀嘞。我来要食鲑鱼下巴，我上鲑鱼面膜。什么龟胸膜啊？来沙发上面吃三百，有人要吃鲑鱼的下巴哦。就一个客钱了，好吧，一个客人就好了，三百块。恁无可能买这安排，安排已经当然爱吃啊，这恁无可能买吃这啦。这安排当然安那煎安那好吃，这个米饭好吃。这我若不离开，这个物件好吃，真正。伊这无切就是安尼啦，切大块啦，啊，这用机来切一半，啊，切你切两块，你看我这偌水啊。沙发人要吃啊，上价钱啊。阿姐啊，拄仔边仔咧买足侪是啊，你啥物款咧？我恁厝边啊？好朋友啦。哦。你是讲你阿面顶啊咧？棒球种你一定有熟悉。打棒球拢做好啦。安尼啊？迄条是大概五百钱，对方请钱。我嘛是拢来买啊。你嘛是拢来买啊？阿姐啊，四块半买听。今仔日我为着这阿姐啊，这个物件我尽量给你请阿姐。阿姐，你厝够真侪人。我来讲第三阿姐，我你食得了无？七十个，七个，哦，七个呀！我想七十个你吃，你要带一个，来啦，我再搁送你啦。我想讲七十个你吃，恐怖啊！我再搁送你啦。哦，我今日为着这阿姊啊，七十个我都好康啊。我只是过一下，摆下当本钱哦，恁无要紧啦，欢喜就好啦吼。这阿姊啊，阿明厝边啊，吃吃来拢买真济啦，啊，咱拢有甲记起来，拢有甲感心嘛吼。我再搁送你，啊，恁加吃无啊？加吃无？我再来发你五百嘛，拄好，无甲你发五百，无甲你发四百。啊！我来讲，再搁送你哦，再搁你。我来讲，就招车就好啊。我现在加足侪地给恁啊，金龙三四五六七个楼啊，沙发上面吃沙发。来，沙发这边啊。两个啊，我沙发。两个啊，两个啊。沙发。沙发啊。两个啊。沙发啊。沙发啊。一个两个沙发，然后卖几钱啊？几个啊？我讲没有阿姊啊，黄姨就是没有阿姊啊，黄姨咱袂当骗啊，七八点钟，即个我还袂再搁送你。哦，咱讲了，你欢喜，不是你讲假，咱来真心祝福你哦，接过你，再搁送你哦。来，阿姊啊，你搁备一袋，阿姊，阿姊啊，阿姊啊，以后不要。还是按麻烦你卡来一挂。一千块，你是不是等我20块呢？20块呢？三个呀。我分一个去啊。来，两个。来，真的哦。我一下发没有，好，一下发无啊，我啊，这边。啊，你那怎上光要吃迄落诶？你人家都要吃迄落哦，要特意来抢的哦，还是刚好？
咱嘛，家己讲讲话，咱就用起来。诶，这鸡腿一小块，这块料嘛，你也要食较紧哦。迄个果冻鸡，这个鸡腿拢十片钟个啦，三个，没啥物。哇，我果冻加蛤蟆。哦，阿姨，伊即卖还袂包诶，伊还袂包。包好，我会用等于讲先提好，我们来等。这会分啊？这门主啊，这全熟诶，这都系整个好修了，好不好？诶，我甲你这人去分者，好不好？外口行情，即卖一斤鸡肉我烧啊，偌济？才四五十块，偌济大斤？我哪会知滴滴咧？慢慢看下吧。十包肉一斤，全部都是包。一包肉要着400块，唔免。十斤的卤鸡腿，全熟的用我烧。上市上柜公司做出来，你今仔先加钱啊？200块。200块。来卤鸡腿，上面一个200块，上面一个卤鸡腿无200块。卤鸡腿上面一个无200块。卤鸡腿200块，收。无上面一个收。我来买你们吃啊！客人加看，一包上好吃。有人在这上面玩。我等下在上面玩到无？吃你五单。你来行啊，上讲五元嘞。我讲诶。你来行啊，这个物件叫五元，内底包咸包，你都会用钱诶，才酥酥酥酥香。吃落啥物滋味？咸就是咸咸甜甜啊咧，包啊是甜，咸啊就是咸咸，吃落咸咸甜甜啊。这一包百五啊，百五加百五的。老板。唔免三百几啊，无200上面吃200。200。有人要吃五元无？阿姐。姐。观众，你听呢？伊也徛药啊，这个。恁尽量莫徛药啊，这因为这是迄个演员，演员你徛，恁观众就要徛外口哦。哦，这边内底这拢是演员，你徛。阿姐话伊讲哦，你今仔要吃五碗，连只两个十只、十二只、两个二只、四只。我今仔日大放送，只只我外面送你只，36秒好哩，收着，36秒。我不爱买500，我爱买400。全部的家里上面聊，我一聊先给钱啊，200了。来200块上面讲芋头丸，姐妹你啊，这几个真贵高了，这大咸啊拢来，啊无咧啦，这下我卖袂啦，我上反正过瘾啦，好无？这下我送你啦，四个人过啦，48啊，200了。两位，我姐你坐一边，无啊。三伫阮家己的工业区，这一卡55啊，我一天真正拢平均送120卡出去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地恁来买地啊，我地块保持清气，啊，这拢新。啊，谢谢啊，有需要跟阮这帅哥讲。来，这条现场啊，做阿个妈妈买会走去吗？走去对啊，走回来啊。这条现场啊，做一个妈妈专工来买，就是徛伫中华面底下抬杠的啦。这一条现场增加好130块，你来中秋节要行吗？这条一定要买到去行哦。130加130偌济？全部四个人客拢无啊，唔免300，唔免二啊五，食无食退钱，200了。200。内底200这两条我卖啊，两个人客一条总计啊，无食退钱啊，200了。200。有人要食烟肠的无？200块。香肠200，台北人200，有人要食烟肠无？这条烟肠你啊，给我一卡机会买。你不要乱跑啊！你照卡来煎了，已经照卡烫了，小火点点，小火烫烫，切了薄薄啊！你搞几层头？今日你搞买两条，等我试一下看嘛，一包。不可以的，试一下看嘛，我不抓走啦。你搞试一下看嘛，一包，真正好食，好食，别个。这个用啦，来一包上面吃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上面吃一包。来有三个，好不好？来一包，再来吃一条。三个，三个。这个蛤蟆嘛，这波猪黑沙滑哟，我不敢吃了。这条烟肠我不要，你不要鱼哦。我知呀，那无金夹啊。最后两包上面还补，最后两包一包，你才快点买，来这边买一包下。我来讲，这个机器条你平常平常叫哦，一包两包，我拢停来啊。来，我来要吃啥？咸鱼包的。两块8。你讲的很对。哎呀，对。我搞，你话你讲，搞好你面上一直直用，别动。来，你搞那个什么呀？我一地嘛，冇这个地。这条咸鱼啊，做我看鱼啊，第一工卖袂到其他面。这条，全部重金宰你。这条当然你用真的用，阿姨给你出一包酸辣来炒酸辣。
一条嘛，你头毛把几条全部三针嘛来做，新格子的沙发上面一个沙发。来沙发。这十条、这半条、这条够了，新格子的这条过来，一个人过来啊，来沙发上面一个叫你咯。沙发。有人要吃咸猪肉大条哦，三针嘛来做沙发。